二胡的持琴，虎口整个圈住琴杆，手掌心朝下，手背跟你的身体45度，好，这样是90度，45度就可以了。琴杆跟身体45度，两个45度，好，这是二胡的持琴。至于琴筒呢，只要是顺着你的大腿的内侧放好就可以了，没有一定要多少的角度。好，这是持琴的动作。按弦，二胡的按弦，用指尖按弦，一二三指都是用指尖按弦。第一个关节要凸出来，好，每一个指头的第一个关节要凸出来。什么叫做第一个关节凸出来？就像这样，这样是塌下去，这样是凸出来。好，你这样用指尖按弦，第一个关节凸出来，这样你的按弦的力道才可以保证集中在指尖上，好，而不会因为是因为指腹按弦而把力量给分散掉了，而且这样音准也不容易准。好，所以按弦的时候呢，一二三指，指尖按弦，第一个关节要凸出来，小指呢通常是用指腹，这个是二胡的按弦。